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哈 ，f(x) 呢是这个对数函数了，那么它的最大值呢是等于2，那他问呢 a 是等于多少？我们先把限制条件哈把它找出来。首先哈，这个底哈要大于零，而且哈不能等于1啊，哦不能等于1。啊，还有呢，这个真数哦也要大于零。啊，就是说 x 的平方啊，减掉呢 2a 啊，这个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大 X 好，啊，这个大 X 平方啊，减掉，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大 X， 大 X 哈是等于多少呢？小 X 平方减掉 2ax 加一啊，减掉 2a 平方啊。好，那这个呢要求啊要大一点。好，那再来他说哈，最大值是2。好，我们知道说哈 ，x 我如果把它看成大 Y 好了，大 Y 的话哈，这个的话呢是等于这个log 哈，以 a 为底哈，啊这个是大 X。我们看看哈。这个呢，它是一个什么呢？二次函数嘛，它是网口呢向上的，网口向上的话，它有个极小值啊，它有个极小值。那你现在的话哈，如果呢，它这个 a 的话哈，它如果是什么呢？如果是大于1的话，大于1的话哈，它是真函数，大于1的话是真函数的话，你如果把最小值带进去的话，这个会得到最小值，不会得到最大值。所以这个 a 的话，哈，它会小一啊。当它是小一的话，那这个呢，它是减函数，减函数了。减函数的话，你把这个 x 哈，它 x 呢，它有那个最小值嘛，你把最小值带进去的话，它才会有最大值。所以就晓得呢 ，a 它一定呢，它是小。所以我就得到一个限制条件，就是说 a 哈它会是小于1的。好，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哈，我们呢来做这个题目。好，那首先的话哈，就是说这个的话哈，它一定要大于，它要大于0的话，就算恒大于0，那恒大于0的话，它的判别式哈，它就呢一定要什么呢哈，一定要呢这个小于。判别式的话，小判别式哈，就是那个，二分之 b 平方的哈，就是 a 呀，就是负 a 的平方，二分之 b 平方减掉 ac， 减掉 ac 啊，减掉 ac 的话变成减掉一乘以这个一减掉二 a 平方，这个必须小于，那就变成是三 a 平方哈，要小于一。那 a 平方哈要小于这个三分之一啊，也就 a 平方了哈 ，a 的话它要小于多少？根号三分之一，哦，啊这个要当然要大于，所以又多了一个条件哈，就是 a 哈它要小于多少？根号三分之一啊，哦，那这个的话比它小，所以这个更严格了，所以这个就拿掉。好，在这种情况底下呢，我们要解这个问题。好，解这个问题的话，就是说，当它是最小值的时候，它有最大值。这个时候是最小的，哦，在最小值多少？哦，在这个限制条件底下的话，它最小值是多少呢？四 a 分之四 a c 减 b 平方，四 a 哈，四 a c 嘛，哦 ，a c， 二 a 平方。减掉 b 平方，这个平方就是4 a 平方，那4约掉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是一减2 a 平方再减 a 平方，就是一减3 a 平方了。哦，一减3 a 平方，那一减3 a 平方呢？它一定是大于零的，哦，因为它 a 的话呢，它是小于，根号三分之一嘛，就等于这个。好，那你把它带进去的话，哈。这个它会呢是最大值，最大值是2，也就是2哈，等于呢log哈，
以 A 为底，然后多少呢？一减三 A 平方，这样子。然后两个给它取指数，取指数的话就是 A 的平方哈、哦，等于一减三 A 平方。然后呢，我把三 A 平方移过去，变成四 A 平方，啊等于一啊，所以呢 A 就等于正负哈二分之一啊，但负号不对。因为它 A 要大于，所以就得到 A 它是等于二分之一，所以答案是 A 等于二分之一。